跟我说要在鸡蛋上加点白芝麻，这样吃起来更香，还叮嘱我一定要是像成假岭的白芝麻。他长什么样子？一个流浪汉，捡破烂的。你可以帮我找到他吗？我知道他是谁了。他叫孙可悲，你起的名字，没有起艺名。你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？他在等你，一直在等。